大家好，我是记者李满。今天给大家解说的是仙登堡飞艇爆炸的真实影像。影像的被拍摄时间呢是空难发生时的1937年，而拍摄者是美国的摄影师。好，现在我们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悬浮在空中的就是今天的主角，德国的仙登堡号飞艇。这个庞然大物的长度啊有240多米，它的体积大小呢是相当于2个半足球场那么大，它的直径有41米，高度呢相当于13层楼，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飞艇。仙登堡呢主要是靠4台柴油发动机和肚内的20万立方的氢气实现悬浮并且飞行。我们知道啊，氢气是易燃的，如此大体量的氢气呢也为它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呢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仙登堡的最后一次飞行啊，它是一次死亡之旅。这次飞行啊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飞往美国新泽西的雷克霍斯特，预计飞行时间呢是2天半，但实际上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延误，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啊，它已经飞行了近3天的时间。仙登堡号上呢现在是有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96名乘客，除了乘客以外啊，飞艇上还有厨房啊、餐厅啊、休息室啊，甚至还有钢琴。因为票价稀有并且昂贵，所以飞艇上的人啊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达官显贵。在这最后一次飞行前，仙登堡呢已经实现了62次的长短飞行，每一次都是安全的抵达了目的地，所以呢所有人都认为啊它是安全的。好，现在是仙登堡已经抵达了此次飞行的最后一站呢，就是雷克霍斯特的上空。地面呢有很多人员正在等候啊，这里呢甚至有很多前来围观的民众。现在呢是仙登堡正在释放压舱水，这个动作啊其实已经预示着危险的来临了，因为在飞行的过程中去释放压舱水本来就是不寻常的。好，现在是飞艇上扔下了绳索，这是飞艇即将着陆的一个动作啊。地面的人员呢是迅速向前拉住了绳索，准备去固定飞艇。好，现在是5分钟以后的镜头了，我们镜头里的飞艇的尾部是已经着火了，然后火势是迅速的蔓延了。我们现在呢切换一下当时现场记者的解说啊。从画面可以看出，因为飞艇内有大量的氢气，
新登堡市在短短的34秒内就化为了灰烬。但是非常庆幸的是，在地面人员的英勇扑救下，有60多人被救出了。这次空难的遇难人数是37人，包括36名乘客和1名地面人员。好，现在我们镜头里出现的是新登堡号的残骸。正是这次空难以后，人类再也没有使用氢气去填充客机了，这呢也有效地避免了类似悲剧的发生。